六一八海雅購房狂歡節正式開始。咁我哋六一八購房狂歡節嘅期間啦，咁我哋會有線上嘅直播活動啦，亦會有線下嘅一日團、兩日團，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嘅踴躍報名啦。咁我哋期間咧亦會準備咗非常多嘅精彩內容以及贈送，等住各位觀眾朋友啊！咁我哋直播間見。